哦，开始。哦。哦，是你。你快离开。哦。尊夫，你到底是谁？以后要怎样保护我？你终于救命了，心就死了。这个世上，只有与我挺身而出的人，以及相守的人，只有有你救我，与我前后的人，只有绝世一人。可是我已经想未起伊个模样，兄弟，想会剑神出世吗？出世这个名字，我好像印象，伊是毋是一名得法剑精，时常误事国地。哇，我用是真确定，请问这个人现在在哪里？有什么原因？看起来真悲伤，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你吗？就是我此生为了弟弟，真正心破腔，我等你留意清醒，就自己心里快乐。后世人如果能再好相逢，这次我会主动来跟你做朋友。孤身啊！这个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不惜自己的性命，那个人就是死的勇敢之士。当我家风随意江湖。哦。对不起，我从林江自己蒙了你这张面孔。你就是我最重要的朋友，勇敢出色。但是你永远不能以他修真，我就这张高玉就一笔勾销，伊也只是尸体一具。这样你独自承受，你为什么不与我修真？大哥哥，你真伤心，我来帮你解脱吧。依然，用是你用性命来保护我，现在还我了。不然也不能伤害你。为了这个，你让孤身冲破祖母的恨，攻打你的心之境。有心之境，剑心、孤风、寒剑、青红。我们兄崔木蛟龙一弟弟，我不敌，你为何要转身离开？但这次你休想再等下我了。才几点锐利无相，我的混贵人，我便是机智作，哈哈哈哈。